我做了40年了，一辈子做饭了嘛。那在这边的燃料我不了解，也不放心嘛。我们那边的芝麻呀，是很有名的嘛。那个花生是他家里进的嘛，是吧？做什么准备？我们在做前就是这样的。 那个花生芝麻主要他家里炒好的，主要炒出来的，不是在家里拿着芝麻拿着花生在家里做就是，在家里还做个半成品，在这里做成品的，是这样的。芝麻如果你炒的娃娃，你炒少了又吃得苦，没有炒熟又吃得不好吃，芝麻也炒得好，这个都是做的好的东西都给。 根据那个半成品来的，不是你拿起来做就是，那是不简单，看起来是很简单的，也要根据那个四季来做嘛。对，热天是热天的做法了，冷天是冷天的做法了，起风是起风的做法了。我们以前才出的，前30年的前的时候才出的，以后。 食品厂不景气嘛，叫他那个到江西去的嘛。我老家是在江西嘛，在江西我们老家是在鄱阳湖嘛。后来我们才福州，在福应该是福州要待了20年，做了20年，那么时候什么都做了，蛋糕、面包啦，设计嘛哟，那个。 那个油条哦，那个一般的做的蒸的都会做嘛，做的以后，后来我大儿子才苏州嘛，在苏州做，后来他要求我带他的儿女到这里读书嘛，我就要搬到这边来了嘛，就是在意思吧。哎，你们好，我叫大树 ，Big Tree。我呢，本地的苏州人，在平江路上，在这条街上8年，接下来我来讲讲我们这条街的历史。平江路呢，它据形成史料记载，大约有1000年，那实际上它时间会更早。我们讲的叫平江路，我们只是它的方向，就是南北方向。 这是北，南北方向。那这条街呢，以前是官道。我们门口，可看得见。待会你们可补几张照片。这是有座桥，这叫朱毛高桥。朱毛高桥后面有一棵我们苏州最大的一棵杨柳树，所以说我们这个店为什么取名叫大树坊，也是源自于此。有一个最大的杨柳树。苏州桂圆，首先第一个。 我们讲它的历史，苏州桂圆，很多人他问苏州桂圆是不是苏州菜，他说我了解的是鲁菜，那我认为这个版本都对，但是为什么会有了属于鲁菜系列呢？就是你们大家都知道，我们那个在民国之前是清朝，清朝是满族人，那时候为了弘扬。 满族文化跟汉文化的交融，特意搞了一个叫满汉全席108道菜，就把中国各地非常有名的菜选为汉菜，汉菜的笔名也叫鲁菜，所以说人家说鲁菜也对，但是追根溯源应该讲苏帮菜。 首先第一个，他要选一条在2斤到2斤2两的一条鲜活的桂鱼，
那最好的产地是在我们苏州的太湖，或者是阳澄湖，以野生为最好。这道菜，首先第一个，它为什么叫松鼠桂鱼？首先第一个，它松鼠，它有两个寓意。第一个，它形似松鼠；另外还有一个一样的什么东西呢？就它有羚有的时候有滋的声音的。 就穿着自信，就像松鼠叫的声音，滋滋滋的声音，所以说呢，就是它又像形又像音，这道菜。基本上在苏州做松鼠桂鱼，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自己的秘方的，啊，那我们家呢也有自己的秘方，啊，所以我们家的东西跟一般的口感不一样，我们感觉是更加鲜美，就体现在鲜放到第一位的，那而且它的甜度是放到最好一位的。 很传统的啊，儿子是煮粥的，开始我也不会做，那个我妈妈会做，现在我也会做。我们汤圆就是这个原料嘛，就是从糯米浸泡，然后磨成粉，然后再给它甩干，再煮成汤圆。儿子是很传统的，所有的馅嘛，都是我亲手做出来的。大家好。 我是真汤圆的大爷啊，从早上开始肯定是去打扫卫生，然后开始就是煲汤圆，然后8点钟左右开始上课，知道吧？就这个，早上就是做准备工作嘛，对，我们原料就是糯米，糯米买回来以后泡嘛，浸泡，夏天2个小时，冬天这么6个小时就可以入木了，就磨成这种粉，对，没错。 好，那我就去说鲜肉馅是吧？鲜肉馅是我们苏州特色嘛，知道吧？它那边有点甜，还有汤。对。一吃，你一口一咬汤汁就出来了嘛。然后马仔菜馅嘛，这是很传统的一种野菜，吃到保鸡这样，知道吧？嗯。然后花生馅嘛，花生馅也是很传统的，它嘛就是吃到嘴里很香的嘛。 那个豆沙的嘛，也是很传统的，就是很甜的豆沙。自己的豆沙。对，然后那个枣泥嘛，枣泥也是很传统的，枣泥也是我们自己做的，就是蜜枣嘛，三锅蒸出来以后把枣子去掉，就是非常传统。芝麻香嘛，就是也是的，芝麻炒出来，然后自己炒，炒好了以后磨成这个粉嘛，然后跟猪油、跟糖拌一下。 然后出成这个一类一类的嘛，是啊、就这样。OK。我们家最多做过2000多个吧。